上一集在田子坊买到手软，跟住落嚟，冇错，就是去搵食啦。现在有个任务，给你20块钱去买东西吃。只有20块钱啊？去找酸辣粉呗。有我最爱的鱿鱼，它可以加辣哦。看起来应该够辣吧？加了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鱿鱼多少钱啊 ？I don't know。刚才那个鱿鱼30块啊，已经不够了。下一站呢，就是吃我最喜欢吃的酸辣粉。哈哈。要一个酸辣粉，要一个葱油拌面。套餐还是单点？套餐有什么差别？套餐里面有咸姜或者是甜姜。是什么？杜姜。哦，不要，单点吧。酸辣粉。这个是我在内地最喜欢最喜欢吃的酸辣粉，他说他特色是酸跟辣。这个酸辣粉有什么特色？是酸辣了，吃酸辣粉就是幸福。这是葱油面，但是没有葱。为什么葱油面里头没有葱？它的特色就是没有葱啊。对，超好吃。它的葱油是油，是用葱花。嗯，所以超好吃哎，这个。第二碗，我第一碗没有吃光哎，所以现在也算是第一碗，可能是一个这么大的碗加起来，我今天吃一碗面而已。老板，来一个汤圆，10块一个。这边10块一个，要买一个。来碗汤面。这边禁止拍照。好，禁止拍照。我们还要拍这个，就是用糖，然后画一些公仔出来的，好不好？那个。我们可以选不同的动物，我应该选鸡吗？因为我是93年出生的。好啊，那就。那今天我是你画的第一个吗？对。那是不是画得特别好？嗯，那不如开始不理我了。嗯。好快哦。这稍微等一下啊，还没干。OK， 谢谢。好，我要比赛，我们来 PK 一下吧。我要画下一个，怎么让它停呢？为什么要两行出来呢 ？Double wing。Double wing。啊！这个是蝴蝶吗？是的。我现在要做一个 3D 的蝴蝶。嗯，我觉得越来越好看。你刚刚是不是用这个做眼睛啊？对。但是现在已经干掉了。好了。喜欢吗？
好，插在这里吧，多了一款了。高先生遇上窦小姐，我们就是来这里吃。那我们要一份薄皮豆腐生煎。好好，累啦！有那个调料，全上海只有这里有的薄皮豆腐生煎。豆腐生煎，好多汤汁哦。嗯，好嫩滑的豆腐在中间，但是好烫。你知道我非常喜欢吃麻婆豆腐，对吗？它里面的馅料就很像麻婆豆腐一样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真的很好像一个麻婆豆腐抱在一个小笼包里头，太奇妙了那感觉。家常炸酱面，在上海啊，什么地方点的面条都特别好吃，面条都是 QQ 的，所以它里面有豆干，有猪肉，炸酱的味道好像卤肉饭的味道，这是可以吃一整天的炸酱面哦。又到送礼物的时候啦，今次咧我准备咗呢一个咁靓嘅手工拣俾你哋。快啲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埋 share 呢个 video， 话俾我听点解你想翻，点解你想攞去翻屋企啦 ？Happy giveaway！